审会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来为高雄的受灾难的朋友哈、来做个祈福哈、那我们请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大家低头，慈悲伟大的佛陀，请你听取我们的祈福，请保佑高雄受灾的朋友，让他们赶快恢复健康。也请求你引领那些因为这个石化业而死亡的亡魂，赶快往西方极乐世界。更祈求佛陀，你能够保佑我们云林，我们让我们云林免受六亲石化之害。我们祈求你，慈悲伟大的佛陀，阿弥陀佛，谢谢。我们今天真的很沉痛的，我们先为我们高雄的亡魂来做一个引领，然后我们云林的乡亲真的很担心，万一这个石化也发生在我们云林，这个六亲这么大庞大的一个财团，这么大的一个石化，云林人都不知道到底埋在什么地方，这些管线都不知道。那今天我们特别在这个环评大会，我们特别要来要求环保署，你不应该再让六亲继续扩长哈。那我们现在请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吴立慧老师先讲一下哈。好，各位朋友哈，今天大家在这里心情非常的沉重哈，而且很痛心哈。看到高雄大概至少30条生命就这样子一瞬间就没有了哈、我们也会想到，对他们来说一瞬间解脱，如果跟今天来的从云林来的在地的已经很多人生病，很多人受癌症折磨了好多年，甚至往生了，那这是哪一个比较痛苦呢？我们不禁要怀疑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们到底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一味的追求经济发展，罔顾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样的政府早就病入膏肓了。就像我们等一下要开的会，六亲从4.1到4.4好像很顺利的通过，到四期很顺利的通过，到五期没办法通过，那没办法通过当然就是有问题，可是竟然可以放任4.1、4.2、4.3、4.4，现在已经到4.7通过，4.6、4.8、4.9、4.10都在审查，甚至有的即将要通过。那其实就是六亲五旗的阴魂不散，把它打散了，从四点几的各旗再扩长。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有很多的证据，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一一呈现，不过等一下开会的时候我们会一一详细的把它呈现。那现在我只是要提出 4.7 已经通过，可是我们也已经提出告诉还在审理中，它为什么通过其实都是造假的哈，各位手上也有拿到哈。这个六氢 4.7 它的除草有机挥发物就是 VOC 每年用减量165吨来通过环评，好像减量很大来通过，那事实上呢，这个根本是伪造文书，它根本不是用实际的排放量来做减量、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等一下要请在地的养殖渔业养殖协会的林进南理事长报告，
他们在地的，我想心情跟我们又不一样哈、哦。所以理事长来，你说一下在地的。各位媒体先生、小姐，大家午安。其实今天我们一直在站在这个部分来沉痛的说，六轻在那边无限的在扩厂。各位知道，应该六轻五期的话，它是没有通过，因为已经进入二阶环评，它经二阶环评它不够，所以用切割式。其实已经是那个环保署已经涉足违法补足的部分，还有就是在我们那边离岸的部分一直在增加，但是相对的话。比如说台大詹长前教授，他现在很担忧，就是说他在那边所有的监测器材里面展现出来，当地儿童、丰安国小，甚至于许厝分校里面看到非常大的数据。我们的国卫院已经在紧急在开会这个部分。我想，我还这边要存的话，说我们宜宁县县长的话，为什么不公布、不走出来？我们现在来解释。那个苏县长他们当时在公安事件所说就是说没有登安的话就没有所谓的扩厂计划。试问苏县长，你从4.6到4.1年的话，你今天有多少人力物力还有你的主管机关有多少人投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没有。所以我在边合理怀疑苏县长的话，你跟台塑是不是有对价关系？是不是有对价关系？再者的话就是为什么健康那个年轻学生那年纪那么幼，他呼吸量是要非常多的。你如果说国务院这边还没有把那个问题点出来的话，那个严重性，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在大会上建议他停止所有的开发案。还有就是偶尔质疑我们的署长，他今天上任以后，他通过了多少案子？他今天所要的这些署长的位置是要让他通过吗？我感到这个管理政府，我很愤慨，我最看不起你这些人。谢谢。好，谢谢理事长哈。健康的无价要从政府的政策来反映哈。我们从詹长权教授做出来的6、7、5公里、10公里、20公里、3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就是说数据来看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个环评会上一再的提，然后李俊章教授的健康危险评估，这些都让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质疑，但是环保署这边不再处理李俊章那个有问题的报告，就搁置不审。然后我们看哈，李俊章教授竟然又被聘到三轻去当监督委员，这是很奇怪的哈、哦。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在会议上都会详谈的哈、哦。那接下来我们请嘉安哈、哦，请嘉安老师也是在地哈、哦、一直年轻人在关心的一个代表，很请嘉安老师也说一下。各位媒体哦。刚我的伙伴跟我说叫我不要跪下来后，但是我实在是非常沉重的时候才真正要跪下来。跪下来，我是这一届的六轻的监督委员，但是这些年来，今年我们省六轻的案子，所有的委员都非常非常难过。这个难过是什么？这个难过是。所有的监督机制是无效的，国家给这个六轻的自主管理是无效的，他找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坐在我们的对面告诉我说他的监督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台塑六轻在环评会的时候，我想在水资源的部分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用水量一天已经到达42.多万吨了，他真的有办法退回到25到32吗？他每次承诺的海水淡化厂，在六轻今年54届的六轻监督会议里面，不断的跟他说要履行他的承诺，可他说他要去使用农业的农业为水，在夏季的时候在剥夺农民的用水，这个不可以，这个灾难，国家。
你真的有办法管理这个这么庞大的工业机制跟制度吗？我必须在这边非常严厉的拜托各位媒体，六轻真的不能再扩厂了。六轻总体检所有的问题都没办法厘清，所有扩厂用水的问题、空污的问题都没办法厘清，为什么还可以扩厂？再来，我每次在六轻自主性自主研究报告里面，每次提到的二氧化硫超标、苯超标、VOCs 超标，他说都是谁的问题？所有的他自己说的问题都是东北季风从中国大陆飘过来的，他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吗？这边有我们，我住在台西，有这边有我同村的村民。今年我们村里面七个过世，里面有五个是癌症。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这种状况，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拜托各位，拜托我们这个国家能够给严守的把关，谢谢。其实我也很想要跟着跪在这里都不要起来哈。如果这个政府是这样的冷血哈，我想不知道跪有没有用哈。吴日辉也是在地的民众哈，他已经生病很久了，但是每一次他还是要代表乡民来这边请命哈。吴日辉，你是不是也说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请教授。我只要控制一件事情，我在今年四月份呢、统计三个村，一共是3000个人，等于是台西乡1/8的人口。我们的身故人数是台湾平均值的160%，而这160%的人的身故里面有70%是癌故身亡的，但是我们在卫生署里网站看到了。台西乡癌症并没有偏高，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到底是我在说谎还是卫生署在说谎？台塑一直以卫生署的这一份资料来告诉所有的那个环评委员或是社会大众，六轻在台西并没有造成那个特别的污染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份健保署的资料被造假，还是我的资料被造假？我希望卫生署能够本着良知、本着社会责任，把这个资料把它理清楚。谢谢。再来我要请明道大学黄元和教授。我认识黄教授是反国光石化的时候，我们在彰化火车站前面静坐，那到很晚了我们要收场地的时候，黄教授跟我们一起在那里，我说你还不回去？他说他父亲当年非常的欢迎六轻到云林设厂，结果后来癌症，那个时候是癌症，没有办法，叫他一定要来表达反对的声音，因为六轻真的是害死了太多人。那过了一两年呢，我知道黄教授的父亲也往生了，那反六轻这条路都是不归路，每一次我看到黄教授也是请假啦，千辛万苦，每一场在地的演讲会或者到台北来，所以现在我要请他说一下。我爸爸妈妈都在今年过世了哈，所以我堂姐也是今年一年之内哈，大约都是一年内走了。我的隔壁也是肝癌走了，我两个附近的同村的舅舅也走了，我们的村子里面大概我认识的都快走光了哈。那当然你可能说年龄的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现在14岁，也是癌症，血癌，五郎村的哦。那16岁脑癌，31岁、35岁、36岁、37岁、38岁，这么年轻都有癌症，这个季节都会飘向彰化县、台中市、哦中部地区，哦甚至有些风向会让这些跑到埔里。这是根据美国 NASA、Terra 跟 Aqua 这个卫星监控系统，哦，这个不是乱讲的哈。秋季、冬季、春季就会飘向南方，那麦寮、台西、四湖、东势，还有嘉义、台南、高雄都会哈，还跑到斗六、竹山、矮山的地方，那些所谓的这个微粒物质 PM 那些小东西，致癌的就跑到那个哦，就是矮山的地区就挡住了，像远一点高雄、台南都会，这个是全台湾的问题。往北的话会到这个苗栗跟南投去，哦。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台湾已经有12个电厂是净烧煤的，净烧石油焦，它是等于说它已经用了天然气或是其他的方法，可是台塑还在用这种非常落伍的方式。现在加拿大、丹麦、美国有很多城市，包括大陆，包括我们可能认为哦，他们很多政策跟不上我们，对不起，他很多城市都已经禁烧煤了哦。那北京也在2017年要全部禁烧，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呢？啊，以前沿海地带是穷怕了，才让宜兰踢掉不做的，其他县市像桃园、台中、彰化、嘉义等都不要的六轻工业跑到云林县去。那我们现在知道，当年王永庆所答应的，让空气、让地方比你家的厨房还要干净，啊，这个污染绝对没有要世界一流的水准。对不起，这些全部跳票，全部跳票。全部跳票，好，全部跳票。那现在癌症这么严重，还让他要继续扩厂，那六轻还会用比肩杀人、伪造数字等等，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要沉重的呼吁，沉重的呼吁，这个污染不能再扩大，不能再扩大。我们现在看到高雄这么严重，对不起，你如果看到昨天的联合晚报，你会看到现在的这些管线啊，云林县那边也是非常严重啊，那在那边工作六轻的员工哦，那边的乡亲其实随时都担负了这种风险哦。当年王永庆所答应的要世界一流的核准根本都没做到，现在还要扩展，害死了那么多人。一年三年前的数据，一年就已经1651个人得癌症，现在还要继续加剧，要等人死光了才能改善这个政策吗？我们无意去追究任何的个人跟任何的团体，过去就要过去的。以前太穷，我们要脱贫，可是呢，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太毒，就是 it's as simple as 1, 2, 3，就是这么简单。以前太穷，要工业，要经济这个思维，不管环境怎么样，这个已经是落伍的。哦，就是这么简单。以前太穷，所以要脱贫，但是呢，现在太毒，毒死人了，要去毒。哦，我现在也是一样，跟嘉恩老师一样，跟政府、跟大企业、跟社会大众跪下来求情，请你们一定要阻止这种污染跟这种公共的危险在台湾继续扩大。谢谢。我想每个人心情都跟刚刚所发言的一样哈，我们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是怎么了哈，真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吗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喊口号了，你再来带我们就是说请问一下好了，这样哈。我们
们后，我们后面有很多朋友后面才到哈、哦。那我们一样，刚刚我们一开始有为高雄的乡亲祈福，我们现在一样再来祈求我们慈悲伟大的佛陀来引领那些受伤的民众，还有亡魂往西方极乐世界哈、哦。那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低头，慈悲伟大的佛陀，请为高雄人祈福，请为那些因为石化而爆炸受伤的民众，请让他们赶快恢复健康，请引领因为石化爆炸而往生的亡魂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让他们那么痛苦，也祈求慈悲伟大的佛陀，你能够保佑我们云林不受这个六天石化之害，能够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一个石化的威胁。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好，我想我们希望趁这个这么大的伤亡的事件哈，台湾真的要彻彻底底检讨，我们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我们真的适合发展石化业吗？真的适合吗？没有石化业，台湾就会完蛋吗？台湾就生存不下去吗？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痛定思痛哈、哦、啊，不能够再以经济的理由牺牲健康啊、再这样子亡命的发展下去哈。那、我们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哈、真的是能够的话，跟我们一起上楼。来，今天是第四个案子哈，等一下是第四个案子啊，是会检讨这个案子哈，这个右倾的误期哈，真的是不是就是说化整为零，还是啊，就是说把它分散到四零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哈，来偷渡成功哈，这是真的是不可以哈，不能这样子做的事情哈。那我们记者会就到这里哈，因为马上就开始。等一下的环评大会哈，好，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